干你妈妈！恁爸被卡掉呀，救人哦！嗯，小心边线，果然没错。哎，让我努力活下去。这个辅助是怎样啊？可不可以不要去吃冰啊？中兵直接给他磕掉是怎样啊？有病是不是？他太夸张了。这伊格直接没上四等欸，第一波会战直接不用打，一只前期角色中路，然后我们魔龙直接放掉，只能拿一个苏哈，咖喱拿嘛。太想理他欸，确定要帮他欸，不要害死自己。暴击！退回来，退回来。我刚刚在等那个伊格回来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等着等着，那个兵直接被那个塔拉扫走，受不了，我直接问他你吃爽没？像这个吃是无所谓的，这个吃都是人留在旁边，这个都没差，不要单吃就好了，单吃最鸡掰。我带暴怒，其实我觉得圣剑不一定要先出啊，因为你。身为一只普攻角色，你也不太吃那个物理攻击系数，所以你带猛攻刺杀龙爪，我觉得像这种角色你带暴怒也是没有问题的。跟我开玩笑、喔。我靠，没死！这海雅太穷了，他不可能打得赢我，6000多而已。他要是8000，再考虑一下。不管的艾米丽是很强的。哎呀，出了一个御魔腰带没打死那个海雅，好可惜啊！有时候就是这样子选择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对方齐尔打野啊，齐尔打野，我不可能不出那个御魔腰带啊。我出那个小腰带，我已经很尊重他了。有够扛。是魔龙吧？不急啊！硬要欸，你这样很危险欸。好扛哦，艾米丽。有圣剑他就死了，对啊。选择问题呢？可是你自己想，就是因为我这样出装，那个齐尔才不敢来弄我啊！假设我今天出圣剑，那个齐尔还不能骑爆我，他一定每一波都来骑我的，不骗你。他就想说啊，这艾米丽欠骑，给我出圣剑，他个派皮，骑爆他，我就一直被他骑了。你看这个造型那么好骑，对，能不骑吗？有人喽！咖喱妈妈，恁爸被卡掉呀，救人哦！
哎呀，你不要出来。没事，我比塔拉还称职。继续留人啊！刚刚继续留人，我们后面的输出过来是可以打的、啊。他、啊、怎么我冲出去，他退的比我还快、啊？这波被害。我来帮你，我来帮你，你撑一点，你撑一点。靠腰啊，一个中外塔而已，亏了。你妈啦，先把你编掉再说啊，看到你讲话我就不爽。确定他不是在增加队友的难度欸。那个伊格要是再多个2000块，这个世界不会长这样啊！你看伊格几百块呢啊，到可怜呢，那个塔拉的钱都快跟他一样了，直接把他分掉，看到他就堵了。要么活着见阳光，要么死在阴影里。有机会吗？我这波？感觉有，又好像没有。干他妈没有啊！快跑啊！蹲点一定要注意队友的位置，就是队友如果没跟上的话，千万不能打，就脚底抹油，赶快跑。等等我，马上到。强大源于我背负的沉重。一二技能都不要乱用，泰雅一出来。如果技能用掉的话，就死了。这边队友太急了，这个慢慢拉回来打就好。太外面很危险，对，就这样慢慢打。转，漂亮，你转爆了你。龙清掉了，可以了。这是什么龙？龙要出了，不行！要秒是不是？艾米有一个好处，回血很快。先打后面，先打后面，帮他扛，帮他扛。急走，快跑！再来！咖喱大骂气啊！好，这海洋是后期克星，你也太早开大了吧？不过没差、啊，他死了。OK OK， 还算可以接受。但海洋好烦，不好打海洋。刚刚后面那个标被他溜掉了，反树哎，反树太烦。这里出岩盾可能也没屁用了。我想一下、啊，要嘛出德鲁伊啊，要嘛出冲锋啊，德鲁伊或冲锋，不然就是长生。可是长生要拖战才有用。我现在 CD 量20%，不需要追满。冬日也不错、啊。嗯，不然出个冬日，可能也不赖。但是我觉得我们缺伤害、欸，我觉得我们现在是缺伤害、欸。我出王者好了。嗯，我们现在缺伤害，出王者。刚那一波打下来，发现我们伤害
差蛮多的。主输出潘英死掉就去了，对方少人，我们可以打。叫中路哦，那我把上路推过去，速度推一波。超人把二级用掉了，速度推一波，不要伸走，这个位置要小心，这个位置有可能会有人。两个肉头，上路一个，中路一个，没了，小心刚复活。上路先继续推上去。欸，他没推我欸，他壁咚我，我可能会倒。进去就点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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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漂亮。好啦，这种玩法在传说之巅很多，我个人是不喜欢啦，但我不能说它不好。